안녕하십니까. 옷이 굉장히 이쁘시네요. 왜 나한텐 그 얘기 안 해줬어? 가렸으니까. 장갑 하셨네요. 하리케이지. 하리키 이러는 줄 알았어. 나 할리걸이 생각났어. 2월 7일 TWICE 晚上开启了 VLIVE 直播. 当天是暌违已久 TWICE 全员一起拍摄广告的日子， 全员的拍摄工作也快就要结束了， 所以就开始了直播。 当中当然有子瑜的身影啦， 这是子瑜直播当天的TMI。 来拍摄的路上和金剑欧尼一起听了很多IU前辈的歌。 然后子瑜最近也看了Netflix上面很红的剧集僵尸校园。 然后大家可以发现子瑜的头发也重新染色了。大家喜欢这些内容吗？欢迎下面留言告诉我们。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哦，拜拜。